我们首先看一下两台机的高度，这边65，这边20，也就前面一台机比后面一台机要高45毫米左右，就是40到50之间都可以。然后我们来调前面一台机，前面一台机我们首先进行大对比。这个单对轴，注意一下，这里有两条压线，压痕进来了，再进去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或者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们现在连起来试一下。下面换一个折法，就是把这样的变成这样子，把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前面一台机单对折出来的时候，前面一台机是这样折，折出去的时候压了两条线。